来，我们等一下打模拟一下战术，好，一样，等一下没有前面，好，我就是站半场嘛，好，啊，你们一样没前没后，但是我有后面，所以我只有没前面，但是我有后面，所以你们可以把球起高到后场，那就像打比赛一样，但是固定先都一个人发，然后你就进来一点没关系啊，好，你要拍我，你把，哦好，哦好。是我们是全我们全场，然后攻。对，你们就是打我的这一个半场，没前面而已。对，然后都固定一个人先发。好。啊，只能一样低，都只能先发小球。我们做发球，结合一下前三拍。啊，来。你等下拍到我马眼。来，我们先从右边开始。好，然后都你先发。好啊，分数一样就照算，反正不管我得分，你们得分都是由你来发。好啊，你自己看，你发球的时候，你要先去做结合哦，结合一下前三拍甚至前五拍的那个平球跑位。好，前三拍、前五拍的平球跑位。好，所以设定前五拍都不能起高。好，你们前五拍都不能起高。OK， 好，来开始哦。来，注意，对，来，你看，拨不掉，拨不掉，这个半场啊，不然呢？来，零一，三，来，注意，对，来，你看，所以你是不是要站后面一点点？你看，人家，我现在要过这一个线，你去模拟嘛，人家抽的速度就是这样。好，你现在被我抽到一颗了，你不知道我，结果你现在好被我抽到一颗。那你自己就要注意一下了，哦，来，你看发完我就发完那个抓球的那个意识都不够啊，都不够快，三零，来，注意，来，对，来，来，注意，来，来，啊，你看你杀那么高的情况下，你的队友其实他也不好去做抓的动作。对啊，哦，连贯，来，零四，来，再来，蹲着，蹲着，蹲着，球发下去就蹲起来，蹲下去，球拍拿起来了，发下去，蹲着，保持预备了，零五，注意，再来，我蹲你我蹲着是因为你不要被球吓到啊！你站那么高，我稍微撸起来，你就被球吓到了呢。当你蹲着，你看我蹲着，哪有人这样蹲？都嘛是这样，拿绕头啊，拿前面啊。如那这样压下来，那代表第一个，你就不应该会有蹲的这个动作了，因为你发球就被我抢到了。对对，所以你要去看我在哪里接啊，对吧？来，好，蹲着有没有？对，好，来继续，对，来，对，好，来，注意连贯哦，连，你看啊，你抓完嘞，保持跳动，现在是不是就叫你保持跳动？你又没有靠过来抓，你抓完你又停在这啊，你要干嘛？这个球你又不动，哎，这位球你也没有靠过来，所以我说的后面的人不知道你要干嘛，对。来，对，好，哎，再来，注意，对，来，好，注意，你看，变慢了，加速，摸了，对，这个不是吧？哪一颗？不行啊，我有强迫症。来，零八，来，五位，很好，对，好球，对啊。啊，你这抹完就要继续要跟上了，对，啊，稍微后退，因为我球会过发球线嘛。来一八，来，对，继续，好球，好球，你看，球只要过，只要平的让它过去，只要平的让它过去，对，不一定要中啊。你看，我都抓你们这边，你们有没有可能会结合到这中间？要求自己两个到这个意思，前五拍都不能给我起高。
好、哦，来，二八，来，跳，再来，九二，来，来，three，来，这小球呢？好，继续，对，来，再来，注意哦，来，二零。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哎呦，好球！收一收一收！来，三零，来，嘿，注意左脚不要跟过去哦，哈，左脚，哎，再回正啊，你不要，哎，来，三一，来，跳，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对，来，再来。老王，你要注意啊！你要保持，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一直保持启动嘛？不是，因为那时候在对视，照理说是两边。没有，他上来，他在前面啊。这个球是因为他没有抓到才会穿啊，怎么会是两边？我还在旁边，还敢讲？来，哎，啊，对，好来，注意，对，好来，注意，来，啊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有吗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已经上来准备了？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注意我抓球？对，是对的。你要，你可能要，你看我，你看。对对对，你可以动啊。你不是呆呆等我在那边让你压？对啊。来，注意哦。来，对，来，哎，好来，慢了啊，来。哦，还反拍嘞，还反拍嘞，哎！你们前五拍不能起，过五拍就可以起高啦。前五拍我只要求你们前五拍不能起高，哦。你要先有慢慢要有那个压力啊，啊。哈哈，完全没有，我每次到球啊，啊。来，躺跳，来，再来，注意，你看脚都黏，你的脚都黏住啦、啊，哦，脚都黏住了，来，再来，哎，躺上来了啊，要加速，你看你们都没有加速度，啊、哦，好，要加速度，来，对，哎呦，注意哦，你看就这三拍，你看比赛就大概这三拍就没了。然后你们看，平球打不进去就开始选择弹，啊弹还有蹦又死，又没招啦、啊，啊根本还练不到我们那后场连贯哦，前场从发球开始就被解决了，下来也不会累，对啊，来，你看你的球拍的，来，注意，再来，哎，来，对，很好，还有，再来。来，小心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然后对不起，来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然后看你一旦球分到你那边就没了，来，来，哎，哎，不行，爆到，所以我一直强调这种两侧平球，只要平的让它过，好，你看一颗就爆掉就没了，哎，对，不用跳的。来，对，来，对吧？你看你们打校队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对，你们打校队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排着我说的平球跑位，我要你们去做出来，不要练的时候会练。阿、啊、就你看，现在真的想象现在打比赛的时候，哦，来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对，来。加速了，还慢，你看还慢，对，来，再来，然后脚步垫步的速，人家跳那么高，然后你跟着人家的速度再退，来，来，对，来，来，有没有？这个如果你们平常热身会不会？会，往前，往前就好。
对，往不用压，你这是因为哈？为什么？我常常跟你在打乒球的时候跟你们讲，不要只有拍头立起来，手臂都夹在身体里面，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嘛？你们对，所以就往下跑了，哦，来，你那发球哦都没有什么变化性啊？怎么会？第一个时间可以变化，第二个位置可以变化。哦，再来，你的球拍嘞，赶快补位。对，来，再来，注意，来，脚步稍晚要垫，稍晚要垫，来，注意，再来，注意，来，耶，来，注意哦，来，来。再来，来，先跟上吧，然后就来，好，运赛哦，来，来，注意，加油，对，来，再来，来。然后嘞，来，脚嘞，脚嘞，好球，慢了。哎，然后你就下压啊！你在怕什么？我下压啦！你要跟我阿嬷切球差不多哎、欸。我到底要发哪里？根本没地方可以发。发哪里都行，那是因为你对你的球没有信心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发哪里都行。现在好。好。来，来攻，对，来攻，然后保持跳动，跳动，来，脚要动，好，你看一样的意思啊，我要都要上去推你们，你们怎么都没有先准备，都站着了，啊。你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没错啊。那你注意一下我要干嘛，你自己脚保持预备，而不是等我打完了，你猜要干嘛？那就来不及了。啊、哦，前面没人啊，摸短呢。对，来换人。